哎，大家好，这是 Phoenix 为大家来《生化危机八代》（Age of Shadows） 难度的游戏开放视频。上期呢，我们应该是解锁了去往下一个 BOSS 这边门啊。当然，现在呢是地图上应该是有很多类似于是支线东西可以探索。上一期呢，我就是结束的时候说是等于是这期想先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先探一下，我们看一下一个什么顺序吧。记得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门，一开始好像是就是那个红烟从这个应该是这个房间，这个房间你进去的时候呢，应该是一路上有很多狼人，但我不太清楚现在还有吗？好像是没了。如果是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再放心的重新的探索一下。啊，这个地方应该啊，那边有个箱子。这地方好像这么多钱。哦，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只猪？我记得这里面好像是一个。倒是有肉了，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开开。一个人，这个井的东西在哪里获得？我记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靠后啊，可能是打完那个第二个 boss 会获得，还是？为什么记得我之前玩二周目的时候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了，就。这个房子呢，总之我是调查一下，把这个地图上的标记给它标上。可开锁器。在这儿，好吧，那如果这个东西拿到的话，我估计呢就是可以现在这些村庄乱七八糟的地方，我觉得都是还是值得去探一下的。这个地方离得比较远，我觉得可以是把这个东西先拿了。这个房间应该离地祭坛比较近啊，觉得可以等一等，我估计可能是先把这个拿了吧，顺道的这些井估计是可以探索一圈。这边的话，等是游戏一开始那个房子。这个楼上有东西吗？这条捷径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如果你不打这条捷径的话，你要直着往那边冲过去，还是非常的难。这么多手枪子弹了，
这样，这个房间就是探索完了。另外，哦，这个地方也是开开了，好吧。之前我一周目的时候好像是没有探到，之前一周目好像我当时一直是说，我说这个房间为什么没有探到，为什么没有探到？后来我是才意识到它是因为是地下嘛，它并不是说是你从这个房间里边进到地下的，而是说是从另外一个入口。总之，这个应该是探索完了，这里边也是有很多的财宝，所以说来一下的话，这个收获还是蛮多。别的东西我们看一下，这个锁可以使。还有口井。先把锁开了吧。如果这个锁开了之后，里边又是一个开锁器，会是什么效果？像这个房间应该也是探索完了。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打下面一个 BOSS 的时候，当时可以开开小动物什么是杀了啊。当时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鱼，这个地方当时进去之后这边会刷狼人，所以说我是打算去打下一个 BOSS 之前再去探索。你接下来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儿好像刷怪了。这儿好像有个存档，没事儿，我先去那边存一个档，然后再去看看那边刷怪的话怎么处理。现在其实不用存了。为什么我听见了？我知道这儿有鸡，为什么我听见了乌鸦的声音？一个草药，还有别的吗？鸟笼子之类的，没有。
但我觉得基本上安全的探索区域应该就是这么多了。再往前的话呢，那边应该是会把那个飞着的一些地形给激活。等这个地方是一个井，然后一个这个东西。别的现在村庄内部的东西应该是都探的差不多了，我回去存一个档。现在还是手枪子弹倒是比较多，子弹倒是不是不多出来，但是这些敌人我觉得还是，我主要是不太清楚后续的，就是有些地方这个会消耗多大，我觉得直接冲吧，有点瘆人。猪，还是被看到了，哇，哇，卡住了。还是好像听见了翅膀的声音，还是这个猪的声音。倒也不是特别的精打，还有人吗？我觉得可以这么打一打。哇，刚才怎么没有进去似的？费点血，不过倒是有这么多狩猎，我估计到时候可以直接调和一个加血的东西，但是可以变相的把这个血加满，就是一个免费的回复药。三个雷管，这个倒是不错。这样，这个收获还是蛮多的。这些东西呢，应该是都减不了。但是可以在这边，那边还有鱼，鱼打完之后呢，我没记错的话，这外面会刷出狼人来。
不太清楚这个狼人可不可以刷煤。再确认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东西了。这边如果没有东西的话呢，就是直接我估计回去刷这个狼人吧，给他刷出来。别的应该是没了。进去之后绕一圈往左跑，希望他们不要追上我。我现在之前费血了，我天哪！这听着还是他们移动好快啊！进不来，好吧。Welcome, Ethan. 这样。这个还是不错的，看一下，这是小量提升，现在是一个回血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稍微有点不够是吧？这个 Juicy Game 我们没有打吗？打了没有减？先存一个档吧。好奇怪啊！还是说这个东西是你过期了就没了？钱好吧，这狼人听着真是好可怕，就在我身后，Shall I choose something for you? 差一块肉，好吧。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可以给出去了。这个都是差一块肉。移速的话，其实这个鱼我记得是很靠后去会获得的，但这个可以拿，这个也可以拿，这个是差肉，这两个都是差肉，这是差好多的肉，那就是我觉得现在正好是血不够，正好是先加一个血。Thank you. Now to cook.
Apologies for the wait. Here's your share. I wouldn't mind having that again. 防御的时候降低伤，降低伤害。我也是很，其实我做的有点，我之前应该是存过档吧，之前应该是存过档。可以看我血是满了。我再做一个试验，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增加生命上限的一个料理，这个你血回满了，我觉得比较说得过去。我如果是吃一个非增加生命上限的料理，它会也把我的血回满吗 ？Don't let up yet. Thank you. Now to cook. Finished. I'd love for you to enjoy as well. To think such a dish could be had in this winter, it's sure to be a good meal.这貌似是没有这个效果，好吧？但是我好像是这个存档的时候是没有拿那个拿那边那个肉，还是要再重新拿一次。这些狼人好快，跟那个城堡里那些丧尸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As you wish. 这样至少把这些东西给它交上去，就不用没有那么占位置了。别的话，加血，这个是加好多的血。防御的东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感觉这个这么高难度你被打到，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就想直接是重新读一个档，就是相当于是尽量还是不想被打，所以说可能至少在开荒的时候吧，感觉上这个防御东西我不是特别的吸引我。可是如果我要想把这个东西先交上去的话，这个是需要三个材料，感觉这个欠的比较多啊。这个好像是啊，倒是敲敲鱼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就是先把这个都交上去。啊，这个鱼的话，这个防御的攻击我是不太特别的想用。这个东西呢，我可能先交一个。Thank you。因为感觉上鱼好像一般都是三个的，这边我先交一个，如果之后再有鱼的话，可以是直接走凑齐，然后把这个鱼先凑上。这个移速虽然说比较靠后才能获得，但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升级 ，1911 可以升了，我现在升一下吧。Well then, feel free to peruse.开火速度感觉倒没什么，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全自动手枪，感觉好奇怪。开火速度就无所谓了，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升，攻击力都是满的，那就无所谓了。这边的话感觉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可以买一个这个血。Good day then. 毕竟我这个 camp free 是很少，估计我可能加血的话是靠商人那边来回，然后作战中时候需要调和的话，可能是直接需要这个 camp free 都用来挑子弹，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那这边应该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存一个档，应该是整个之前这个村里边的所有东西应该是都完了，下面来接下来是去打下一个 boss。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好像这个地方的财宝是你回来的时候才会刷出来。啊，之前这个地方还有箱子，应该是回来的时候才刷出来，所以现在就不管了。 另外呢，一周目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注意这个桥过桥的时候，左边这个桥上应该是有一只羊，当时我是没有注意。不过二周目打的时候是真的是听见了那个声音。 What? Ethan, come with me. 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tell you. Mia, what's going on? Rose feels different. Ethan, you have to fix her. What the hell is this? Everyone leaves me. Even Rose.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This can't be real. Am I losing it? 我现在只是在考虑后边这个地方，到时候是有一个财宝，但是这个 boss 实在是太难了。我有点想，可能 boss 我就不打了。财宝的话，如果可以靠风筝 boss 拿到财宝的话，去拿一拿。但 boss 我觉得那个那边那个 boss 就我就不打了。之前打在 hardcore 都感觉很血牛，现在。 这个地儿好像是没有，那边有只羊，但是没有箱子可以打。整个这个地方应该也是现在是都开不开，应该这个地方就是给。 现在是这个正式 BOSS 战的时候是进行了一个准备，我直接朝着那个 BOSS 房间是这么走吗？这样整个这个 boss，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有点是想起鸡皮疙瘩。
第一次一周目开荒的时候，真的就是给我吓得我都说不出话了，浑身就是不停的起鸡皮疙瘩。那现在已经是打过了，所以说希望没有原来那么可怕了。What? 屏幕右上角为什么有一个 ？Wait, where's my gun? 是这个存档的东西吗？那它还亮着。这个戒指应该是用不到的，我有做笔记。就是这戒指上的那个密码是什么？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这个是没有用的。对，我在，哇，这边其实有点担心，你别游戏别卡住了，好吧？看一下这个密码是05291。我这才发现，就感觉这个抽屉看着跟一个笑脸似的。Why is this here? 现在就是知道会发生什么了，虽然很可怕，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慌了。说实话，这个东西有点记得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样子。这个没法跳过。
一颗在天上飘着的剪刀，也是够瘆人的。火。这剪刀上什么还沾了一堆什么玩意儿？等于是应该是朝右的乌鸦，然后是闭着的眼睛。我就在想，这口井你有办法就是不爬直接跳下去吗？好像不行。火。等于之后再出去那个 baby 就会出来了吗？还是有点记不清了。好像看这个感觉上好像是会出来了。哎呀完出 baby 了。虽然已经开荒过一次，然后打完之后我四点时间又玩了一遍暗周目，但是看见依然是相当的慌啊，太可怕了。如果我这么走呢？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第一次知道这个玩偶居然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瘆人。我现在又在不停的起鸡皮疙瘩，哎天哪！心脏受不了。这个游戏的就是立体音效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我这边耳机我听的就是能知道它是从这个墙的什么地方过来的。
像前方还会有吗？还是起鸡皮疙瘩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不管玩多少遍啊，还是会起鸡皮疙瘩，估计还是玩的不够多，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戴着这个耳机有关系吧，这个音效真的是太恐怖了。这个 boss 应该是他一定会在二楼之后的话，我印象不深，我之前打二周目的时候，总之我感觉他好像位置是随机的，但这个二楼这个是固定的。第一次我记得开荒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鸡皮疙瘩起的不比那个 baby 那个要少，因为是就是一开始是找不到这个 boss 在哪儿，但是真的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好像就是时间快到的时候，这个音效特别特别的恐怖。So that's who was behind all this? That makes two. 为什么不让找一个玩偶？没了吧，没了。像现在回想一下，好像回去路上有存档吗？倒是有一个房子，有很多敌人，这些敌人说实话有点难，表示太多了，我觉得要都打的话弹药应该是不太够。
我作下死吧，之前感觉这个不太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这边用这个刀的话，相当于是就可能本身是不想用二周母石，严格来讲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监狱的那种门可以是卡顶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就是有点耍赖皮啊。这个人会归位吗？他没有哇，可以这么远。这个有点意外啊。但至少这个地儿倒是很开阔，现在是把敌人引过来也是一个办法。那个电梯没法使的，我有点意外。好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球，好像有鸟名字。人又回来了，你好像又回来了。这个里边有存档的吗？有一个存档的，先存一下档。然后把这个球做了，是不太清楚这个游戏的它的这个物理惯性是有点，总之是感觉很怪。这个房间还是没有搜刮全了。这鸟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往外走应该还是会刷出大量的敌人来，而且敌人很多，也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个监狱的牢房的门，我是可以去就是不停的把它卡住。我估计是直接冲吧，应该是没有太好的别的办法了。因为刚才呢是获得这个新的散弹枪，我可以开五发子弹把这个枪打完之后，是可以就是这个把枪是可以替代换掉的。这还有个井，差点忘记，应该是没了。这个好多的财宝，
还好是那边的敌人，相当于是他不会进这个地方来。等于前方的话，我他妈有狼人，哇！原来好像没有吧？我就直接只能是玩命冲了。让我过去。这边我把 Rose 这些东西先给他使了。What the hell? Does this look familiar to you?这个不能卖。Ah, Miss Angie, just adorable. Porcelain dolls are very popular, you know. 这个武器应该是没有用了，现在有新的散弹枪。What? Ah, it's fine. All finished.狙击枪，然后榴弹子弹，新的子弹出来了。这些什么武器降低后坐力，我真的是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后坐力啊。本身这个游戏敌人就玩命的晃，你又不是说。不停的连发，你需要打完之后需要看这个敌人他脑袋位置在什么地方，后坐力感觉，除非你真的是瞄准特别特别的准的那种，你可以是射速变快了，后坐力是有用。Pay me no, thank you for your patronage. 我还有五发的这个东西。我可能先使一使吧，然后开完之后我再把它卖了。这个卖完之后应该是它不会退你弹药的。As you wish. 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这个武器攻击力都没有必要升了。其他的该升的都升了，狙击枪下一步应该是不要上弹，把这个子弹升满，这个应该是没了。那等于现在我实际上钱花不出去，如果说花不出去的话，我倒是可以先把这个买了。如果是花不出去的话，可以考虑买些这些升级的东西啊，20000多。但是价钱有点贵，如果说一万以下，或者是这个再便宜点，10000多，这个是10000以下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现在这个考虑一下，我觉得算了，大概这么样子。Thank you for your patronage。像这期呢，等于是又打死了一个 boss。我现在这个钥匙升级后，应该是我在想，好像是外边是不是这个坟墓是不是解锁了？好像这个 boss 打完之后，这个坟墓会解锁。解锁之后，等于是你是可以回去再拿这个宝物。但我不太清楚，现在如果我再回去的话，这一路上这个敌人是消失了，还是说他会还在？我不太清楚。不过我看一下时间关系，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是下期再看吧。如果说这个东西开的话，我可能是回去看一看能不能捡到。如果说这一路都是敌人，非常难过去的话，我估计就可能就算了。像。井什么的应该都拿了，好像这个房间钥匙是拿了，等于是下期应该是
最终计划应该是去打这边第三个 boss， 但还有一些这些支线的东西可以探索，具体的东西我可能是先把这些支线看一看，如果说支线都做完之后再去做这个第三个 boss 这个门，但是现在这个门我是可以直接给它开开，开完之后再去存档，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呢就先录到这儿了，也是下次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